内容大概这几点：头一项，行政的角色；第二，行政的依据；第三，行政的编制；第四，行政的实务；第五，领导改善行政实务；第六，执政的实务是什么？哎，不能动啊。OK， 所以开始咱先看行政是啥物物件，行政的角色是啥物。大家知影，民主社会国家的管理，拢是甲分做三部分，就是所谓三权分立。啊，啥物三权？立法、行政、司法，这三个管理都爱互因独立运作。但是要互相牵制，就是避免其中的一部分想去占管，哦，而且安怎讲？咱会用个用一个法律来去做解释。法律是由立法机关来创作，由行政机关来执行，也由司法机关来做解释。这个就是咱咧讲的三权分立、独立运作、互相制衡的迄个原则。啊，具体的来讲，将来咱民政府认为讲共偷的物件，这是唔好的现象，都爱受处罚，所以咱创立一个法令。讲什么人敢偷的物件，都爱受这个法令的处罚。那么这个法律成立了后，由立法机关创作，这个法律就交行政机关去执行。啊，行政机关是什么？就是警察。警察就爱去执行迄个法律，伊就爱去抓贼啦。若有贼啦的时阵，伊就爱去抓迄个贼啦。那么警察抓到了后，伊未使家己对向贼啦做任何的判断，就爱交予法官、司法单位去个判决，判什么罪，爱安怎处罚，由法官来处理。所以这是简单的咧说明三权分立要安怎运作。但是即摆对咱来讲，咱即摆目前是较重视即个行政机关，因为咱将来各位拢是行政官员，恁要接管的拢是行政单位，所以咱较目前先注重行政单位的角色，甲对遮咱甲保留这方面。角色是啥？咱的了解就是咧执行法律，大家记好行政单位。是伫执行法律，唔是伫咧创造法律，也唔是伫咧改写法律，吼、哦。所以伫遮到我即个时阵，大家有即个了解了后，我要请教各位，政府会使管老百姓，也是袂使？政府会使管老百姓，也是袂使？政府可不可以管老百姓？可以的，请举手。可以 ，OK， 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还不到十个了哈、哦。啊，政府不可以管老百姓的，请举手。民省啊，大多数，那你们几位就服从多数。啊，这当然不是在选举，实际上也是这样。政府不能管老百姓，像怎么说，我们刚才说过，政府是什么？政府是行政机关啊。啊，行政机关它的工作是什么？是在执行法律，它不是在管老百姓啊。你如果没犯罪，我如果没去偷的东西，
伊要安怎管你？警察敢袂使你俩？袂使，对。所以，千万记好，政府袂使管老百姓。啊，将来咱的民政府一定永远是一个民主法律的政府。所以，千万唔当想要管老百姓。哦，另外一个角色来了解民主社会，老百姓是不是主人？啊，政府呢是老百姓请的，因的薪水是老百姓交的税金钱。啊，你想，敢有新罗在咧管头家？无可能。所以政府未使管老百姓。第二，行政的依据是什么？咱了解行政的任务是一个执行法律，所以一切行政工作必须要根据法律的规定，就是讲一切要依法办理，不得任意炒作。行政单位，你要做的工作，拢是法律甲你规定的物件。法律无甲你规定的，你袂使乱做，吼、哦。所以一定要依法办理。这个依法办理，唔是咧开玩笑，迄、那个依法办理，就是确实要爱根据法律。啊，你袂使讲你行政单位认为要安尼，就要安尼，吼、哦，袂使任意炒作。啊，在这个所在，同时也要请大家注意，咱所讲的依法的法律是来自立法机关，是立法机关所创作的法律，咱才有执行的义务，不是政党的主张。哦，在台湾有一个政党，常常在开中常会。在咧决定政府的政策，迄就是错误的。将来咱的民政府绝对袂做这款代志。啊，除了拄啊在讲的依法办理之外，执行法律，在咧特殊的情形之下，根据立法机关的授权，行政单位会使制定法律的。执行细则、执行细则，还是实施细则，甚至也会使做裁决。啊，在什么情形之下呢？我再举一例，比如讲，颁发建筑许可，那么起一间厝，去个内政部申请建筑许可，在这个时阵。伊会使颁发这个许可予咱，这个许可嘛是一种的法律，哦，啊，这是安怎？因为立法机关有事权和这个行政机关，伫咧某一款条件符合的时阵，伊会使颁发建筑许可和老百姓。另外一种的咧，开发超速的罚单。咱来咧高速公路，比如讲超速，警察会使直接开罚单予咱，伊毋免将咱抓去交法官，而且予法官甲咱破。因为交通规则内底有适合警察、行政单位伫咧某一个条件之下，伊会使直接开罚单，就是讲你若超过十公里，爱罚偌济。超过二十，爱罚偌济，哦，会使做这款的这个规定。所以，那什么人犯着迄个规定，警察直接用个开罚单，唔免经过法院。所以，啊，讲到这，搁走一个问题出来。咱讲，行政的任务是伫咧执行法律，所以一切法律都要规定啊，足清楚。啊，万一法律无规定的时阵，安尼是毋是准，还是不准？
法律没有规定的准还是不准？准的请举手。也不是很多了我老个呀。那法律你是法律没有规定的不准请举手。卡这呢大多少呢这回都败。多数要服从少数。反正都没规定的就是准了。是怎样高速公路若无甲你限100公里的时阵，你会使驶偌济？你会使驶90，你嘛会使驶100里，嘛会使驶100公里，对不？随在你啊，无甲你规定。安尼大家有了解哦？法律无规定的，就是准哦。咱可以换一个角色来说明，法律是要怎样？法律是要限制咱的自由，才着爱定法律。拄啊，迄个咧，咱要规范，袂使共偷摕物件，所以咱才定迄个小偷的法律。啊，你若无定，是毋是就是会使共偷摕？对不对？因为有定，所以你才未使硬偷的。啊，那无定的时候，意思就是你也使硬偷的。那用安尼，可能大家较容易了解。法律无规定的，就是会使，就是无要限制咱的自由。安尼，咱就用的100%自由就对。OK。过来，行政的编制，行政的编制当然有分中央啊个州，啊咱即卖来民政府州的地方的部分，不是地方的部分哦，中央甲地方啊，地方的部分咱即卖分州啊个郡，啊，必须你再去邀请各位踊跃来参加郡守的考试。就是这个郡，伊讲这是小县长，比目前中华民国这个制度的官较细出啦，但是无讲细足济，因为有中央甲地方的分别，这个官吏的划分，咱另外会当看出讲。这个行政制度是中央集权，也是地方子弟。每一个地方有每一个地方的特色，啊，伊来用伊根据伊的特色制定伊的法律，安尼这款呢就会使讲是地方子弟，唔是中央集权，而是中央霸权，一切拢中央。来做决定，地方无可能创造家己的一个法律，还是规范伊家己的一个行政的事务。讲阿姐，咱个进一步会用个个分析行政机关，行政机关嘛分做两种，会使甲分做两种，一种就是政府机关。啊，另外一种叫做事务单位，啊，政府机关伫咧中央甲地方拢有，因咧从啥？因咧任务主要是政策嘅研究甲拟定，因主要是咧做政策嘅决定啊，甲推动。事务单位是啥物啊？拄啊，咱举个咧警察。还是讲客证处办户口的，这拢是伫咧执行法律。
所以是事务单位。哦，这是行政的事务是什么？行政事务所牵涉到的，就是人、啊个代志、啊个钱，这三上重要。啊，安怎讲是人？咱行政服务的对象是老百姓，啊，这嘛应该称呼是行政单位的客户。啊，既然是客户的时阵，所以行政单位对老百姓不但袂使官僚，而且爱客气，还阁有礼貌。这讲也唔是伫咧。这康水布置的吼，其实台湾这边嘛有一个单位，有这样人伫咧做，大家可能知影嘛吼。恁申请户口成本，要申请咱的身份证的时阵，大家拢有经验。即卖迄个户政单位，迄多啊拢足个，咱人入去，拢有人咧随时问你讲你要办啥。对吧？甚至有人捧一杯茶要请你，啊，带你去迄、那个堂阿口讲点么吃，你就用去办什么代志？这古早是无的呢。古早我最囡仔细汉的时阵，那去乡镇公所，迄、那个办公人员我拢看袂到呢。哦，因那鸡啊拢足悬的，哦，啊囡仔细汉那时阵哦，拢看袂到。跟他衙门呢，哦，阿龙口气就歹，别办啥。跟他讲，你来咧找麻烦，同款哦，即马无同款啊。所以，既然有这个榜样，咱就爱学。将来不管咱伫咧什么单位，咱另外要学这款的，有礼貌、尊重客户的这个态度，哦。来，所牵涉行政所牵涉的代志是什么？行政的业务就是法律交办的任务。咱要办什么代志，咱就爱办。伫咧法律内底爱定好清楚。刚才咱拄下讲的，讲有人偷的物件，迄就是贼啦，你就爱去抓，就爱写啊足清楚。但是，这个，咱来讲，这个法律对行政机关伊的责任甲义务，拢着爱定啊足清楚，着爱写啊。伊的这个责任甲义务是虾米啊？爱定好清楚。但是目前咱即摆嘛有一挂例，听我提来讲倒摆，迄个例吼、哦、是虾米例 ？ROC 大家知影嘛吼？虾米叫做 ROC？有真侪法律，其中有一条，一定有一条，或做主管机关的规定。啊，我加举几个例，和大家参考。譬如讲，公司法第五条有啥？主管机关中央是经济部，啊，地方是直辖市政府。银行法。行政与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甚至农委法也有规定，行政与农委会是中央的主管机关，啊，直辖市啊个管市政府是地方的主管机关，哦，甚至到食品卫生管理法第二条也有规定，讲中央卫生福利主管机关。就是主管机关。啊，即摆请问各位，恁看到这个主管机关了后，恁认为这主管机关的管啥？大家中文拢有读过嘛吼，所以主管机关大家拢看有嘛，啊是咧管啥？恁知哦？大家
拢点点，表示恁拢唔知。啊，其实呢，在行政机关因家己嘛唔知啦。但都有讲啊，行政机关是伫咧执行法律，并无规定讲因是主管机关。啊，结果法律个定讲因是主管机关，所以互因说糊涂啊，搞糊涂，伊嘛唔知要管啥啊。要管这个法律，咁对？法律哪会使管呢？哦，啊，管这个法律内底所定的物件，咁啥呢？那写不清楚，所以结果，因为大家拢唔知影咩管啥，所以到阿尾系变安怎？大行拢爱要管，对头管阿尾，安尼拢袂闹交去嘛，对吧？安尼你一定管得到嘛？哦，啊，既然有通管的时阵哦，要管人就是这种的管理，所以有管理的时阵，大家拢嘛要管。所以到时，哦，管的机关足多啊，但是那问题出来的时阵，无人要负责，因为安怎，大家拢唔是负责的机关啊。大家拢是主管的机关，我是管的，唔是我负责的呀。所以到时大家拢在提责任。啊，最近咱敢是发生足多食品的问题，敢有任何一个主管机关的官员辞职，讲伊管了无好，无嘛？银行出问题，敢有啥物？财政部的官员认为伊责任做了无好，辞职拢无，所以这款的法律根本就不是法律，不是咱咧讲的。行政单位是执行法律，不是伫咧管老百姓。最后。行政事务所牵涉到都是钱，要办行政需要钱，啊，这个钱就是经费啊，啊，这经费就是爱编预算，这预算老百姓的税金钱，拄仔咱就已经讲啊，老百姓的钱就是咱的钱，所以咱一定爱节约，唔通乱开，哦。所以在这呼吁大家将来要注意中国制度的奥文化一定要给废除消化预算，这消化预算就是什么？就是公然鼓舞人浪费，你钱开不完就尽量就要开到完，无需要开到完的你也就要开到完，这就公然鼓励人浪费，甚至更加不应该有一个叫做预算达成率。您知影下面叫做预算达成率？哎，你讲行政单位的工作效率是用什么来判断？用伊消耗预算的能力来个判断。因为预算呢，开个100%的时阵，你表示这个行政单位工作效率足好，感谢呢？如果开钱的，伊的工作效率愈悬吗？对吧？哦，所以这款澳文化，咱一定都爱个废除。来，各位拢是。领导阶层的官员，将来我希望您要做到至少这三项很重要的任务。头一项，您应该要规划很好的行政电量，您的行政电量，您要做很好的规划。啊，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讲还恁的行政单位还的部分，哎，做啊，会当分工合作、分工合作，哦，还呀。所以刚刚站了十分钟，我今麦给提个五分钟就好呀。啊，对嘞，行政改善哎，分层负责，一层一层，中央面的断层哎，互相哎负责。所以还分工合作，对嘞，分层负责，安尼这款的行政定量，恁就爱规划。除了这个行政定量以外，啊，得个想办法训练恁的部署，自动自发的部署。哦，安怎讲？恁来将每一个工作单位，伊的职责定啊足清楚的。每一个人去接迄个工作的时阵，伊拢知影迄个工作就爱做啥物，迄个工作的任务是啥？安尼你就唔免每工拢就爱甲你的部属讲，啊，你就爱做啥，你就爱做啥，你就爱做啥。所以自动摕到这个位的人，伊就知影讲伊爱做啥物工作。啊，那是安尼，即款部属尽量你就爱培养。啊，这当然一个部署方法，重视啊，个加强你的部署的自尊心，培养因的自尊心，讲你有法度通安尼做。每一个人拢有伊能力当发挥的，哦。啊，你即马规划了真好的行政定量了后，佮培养自动自发的部署，一个甲你的。所以底下一加二等于多少？错。咱底下唔是咧算小，咱底下是咧讲行政阵容，良好的行政阵容加上自动自发的部署，是变当咯，你就有良好的行政团队，你的行政团队都已经足好。所以咱伫遮一加二毋是算小的三，是一加二等于良好的行政团队。哦。啊，恁做领导该站的行政官，啊，佫有一个任务爱做的，就是爱编预算。啊，恁就爱依法行政。当然要依法编预算，啊，预算要安怎编？下晡咱参议长会甲各位介绍，要注意什么呀？代志，再再可以甲大家介绍。我伫遮干呐提醒大家一个观念，什么观念？没有福报预算，就没有被砍预算的问题，哦。听起来很简单，但是要做不容易。但是希望大家都可以遵守，哦。你如果没有加报预算，就不用怕人给你抬你的预算。Yeah. 最后，各位，若是接管一个单位的时候，你的任务是什么？我想应该是监督、控制啊个财管，唔是要叫恁去接办业务。安怎讲？监督要叫恁监督啥？监督你接管迄个单位，是唔是有遵守法律？是唔是有违背性事项伫咧做代志？这两项真重要，爱遵守法律，啊，甲违背时实相，无替老百姓想的，
不是要为老百姓做的事情，我们不应该做，不需要做。遵守法律，再重复复习一次，我们的法律是什么？日属美战，占领不得移转主权，李王政府不得就对合法。听起来像反共八股，那个念我熟悉的，但是大家拢知影迄个意义伫倒吗？将来各位拢是行政官员，对外咱对日本，咱是还阁是大日本帝国的臣民，所以咱的国籍是属于迄个所在。对美国，咱是被占领没有错，但是美国人有义务发咱的旅行证件，袂使叫咱接受中华民国的护照。所以这是简单的对外，对内呢，占领不得移转主权。所以台湾被什么人占领，拢袂使给咱移转主权。啊，咱被占领的人，毛咱被占领的领官，啊，伫倒，咱的财产，咱的社会制度，袂使被侵占。所以将来各位拄到这款情形的时候，有什么人的管理领官被侵占，拢着爱甲列出来，爱甲处理。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比如说你去接管一个事务单位，现在有很多事务官还有中国思想，啊，这个流亡政府就要赶走啊，他还保留中国思想的时候，这样你是不是就要洗脑，洗不清气的换人，对吧？啊，你有什么管理？应该恁有领事馆甲财务馆，所以你跟他控制这两行，必要的时阵，你也在做裁决，将你的部属裁掉，无要配合的人，不应该继续用的，不应该开的经费，恁爱甲动起来，所以恁爱做这个裁决，我想。您的任务重要的重点应该在这个所在，啊，请大家把握您的任务，祝各位成功，多谢。各位同心下课休息5分钟，5分钟了。